密农场大观园位于深圳市西北部，占地55平方公里，拥有山林31平方公里，果园数万亩，森林覆盖率达70%，7座大小不一的水库和无数的鱼塘，像珍珠般散落，处处是青山绿水。大观园里目前有奶牛文化展示、特种养殖展示、蚕桑养殖文化、奇异瓜果观赏、生态果园体验、农业文化创意培训、运动拓展、农业科普八大板块，共40多项游玩项目，先后被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深圳市科普教育基地、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农业科普教育基地，也是都市人渴望回归田园、返璞归真、举家同游、共享天伦之乐的理想旅游目的地。进入大观园，沿着指示牌一路游走，便到了丰收广场，这里有精彩的杂技和魔术表演，让人直呼精彩。随后就可以来到临近的蔬菜巨星馆，看大大的葫芦挂满枝头，在农耕馆里自己动手从老式的抽水泵里一泵一泵的抽出水来浇灌旁边的菜地，还可以在农艺馆、农乐馆、农智馆、科普采摘园里体验沾染手工制作水果采摘等，主打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丰收广场右手边就是光明骑士会，这里有一个不小的马场，同时也是一个马术俱乐部，可以教授马术课程，教练们来来往往，小朋友们也在马场认真的练习，游人也可以付费体验在马场骑马的乐趣。骑士会右手边就是青牛园以及自动化挤奶和手动挤奶园，在这里大小朋友可以观看到整个自动化挤奶和人工手动挤奶的全过程，很长知识哦。夜晚，光明农场化身大唐不夜城，夜幕降临，灯光与音乐交织，勾勒出千年历史的辉煌，精彩表演纷至沓来，盛唐鼓上舞，齐天大圣秀，让人目不暇接。此外，这个中秋国庆，光明农场大观园即将放大招，9月30号有国风女神亲临现场倾情展演，9月29日到10月3日每天3场唐风巡游、大唐不倒翁表演，还可以走入沉浸式唐风国潮办街道 ，NPC 李白盛装出席，还原唐风语言现场，与你吟诗作对，还可以带娃免费参与唐服换装、投壶、射箭等古风小游戏，让你一秒穿越盛唐。光明农场大观园，邀你一起潮玩景区，共赏唐韵国潮大秀。